他就是胃口看他喜欢的东西，不喜欢还不吃，稍微吃一点他就说肚子鼓了。那他现在是7岁7岁半了，现在多高多重？1.23米左右，然后体重的话是23公斤，但他的这个体重好长时间没有长，身高的话也比较慢，近一年可能长了大概4-5公分吧。嗯，家长高不高？我是还好，我1.62米，但是我老公比较矮，他就1.65米。哦，这个身高也不是太差，如果按你遗传来说哈。嗯嗯。那睡觉要睡多久才能睡着？半小时。睡觉有没有说又打呼噜啊，又哭啊，做噩梦啊？做梦有，打呼好像还好，但是他会有这个说梦话的情况，尤其是凌晨那会儿啊，经常会踢啊，就是会翻来翻去的。嗯、你看一下舌苔、嗯。好，宝宝，舌苔太厚了。是的。好，那你饮食上特别要注意哦。来，现在在吃的这个甜食，下回你就别吃了哈、哦，又给我抓到现行。好吧，下回以后再吃嘛，还大把的时间吃。好好。